鹿港图书艺文中心对即马开始推出鹿港之水联雅比赛展。现场展除了鹿港镇公所所举办的2020鹿港之水联雅比赛得奖作品，拢总有50件，邀请乡亲来看鹿港无同角度的水。2020鹿港之水联雅比赛得奖作品全部展示，作品内容相当丰富，有人文、有建筑、有风景，大家作品拢相当精彩。店长表示，感谢各界电影爱好者的踊跃参与。这届2020鹿港之水电影比赛是希望展现鹿港风华，只要是属于鹿港的题材，拢会当人参加。透过大位电影师，将鹿港各种角度的水呈现伫大家面头前。这次在我们艺文中心，从我们10月27到11月22号，有我们鹿港镇公所所举办的鹿港2020的一个摄影比赛，会当讲吼，内底作品吼，这回参加有千外幅，咱来有甄选吼，几幅吼，精髓的这相片，会当讲吼，我们选出有1、2、3名，还有一些优胜的一些作品，会当讲在作品吼，内底吼，记录着我们鹿港很多生活的点滴，还有巷弄之美，还有鹿港一些景点之美，拢一吼呈现伫咱这艺文中心内底吼。欢迎咱所有好朋友会当吼莅临来做一个参访。即届鹿港之水电影比赛展，登记到11月22号，欢迎兴趣民众前往鹿港图书艺文中心详细来欣赏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